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明知人心难测而信之。哎，阿旭，你为什么就不敢赌我是你认识的那个人啊？你认识的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好人还是坏人？别废话了，绕口令吗？快说，我都好奇死了。除了一目了然的好看，我在别人眼中是什么样啊？傻样。我在人心鬼域里杀了个七进七出，要是连好人和坏人都分不清楚，那岂不是白活了？所以你觉得我是个好人？坏人放下屠刀可立地成佛，好人做了坏事难道就永世不得超生？没这个道理。我原来是个好人啊。不对，你错了，我岂非是个好人？我乃温大善人。哼，别闹了，温大善人。阿旭，干嘛？阿旭，叫魂呢？阿旭，行了，温大善人，你闭嘴吧，别叫了，叫得我瘆得慌。我就是觉得活着给太阳晒着，还有个人的名字给我这么叫着，真的挺好的。是挺好的。阿文，阿文，啊，阿文，怎么了？喝酒了，喝。